初心，就是说想要帮助人，也想要说多做一些善事啊。我觉得，哎，这个团体就是我要的了，所以我就进来认识了。我反而是没有说去做一个手心向上的人了。因为我时常都觉得说，如果我有能力，我要做一个手心向下的人，我要去帮助更多人了。我觉得说做慈济就是给我很多，就是很充实啦，也是有一些成长。你可以去看看一些感恩部，然后从中你也可以看到，哦，就是尽苦知福啊，知道哦，原来苦难的人还这么多，自己不算是很苦的那一种啦。也希望说我自己可以给他们做一个榜样，这样子，就是说可以看到我，让他们有信心，希望啊，也是希望说自己这样的情况可以鼓励到他们这样子。上人的一句话，他说凡事是每一个慈诚委员应该做到的一个任务，所以我就一直持续下去。其实有时候我们也要把那个感恩户当作我们的家人这样子，我们才有那种推动力，去看他们咯。然后他们有时候他们也很需要我们去安慰他们，去关怀他们。所以我觉得说久了我们也是有一些感情啊。所以如果你没有去看他们的时候，你也是会心挂挂这样子咯，会想到说啊，他们不能怎样啊。因为我觉得说，如果你在家里也是时间这样子过，不如去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。因为真的，如果你在家里也是不知道无所事事，所以我觉得说，还是要把握那个时间，趁着自己还能做啦。我就尽量去做，尽量去把握这个因缘了。做到，我也不敢讲说做到最后一口气啊，我就说做到我能做多久我就做了。如果我还能访视，我还是继续去访视了。真的有一天不能的时候，就也不要去想了。能的时候就做就对了。多一份善念，多一份平安；一人一善，远离灾难。